在女朋友回家见妈妈的第一天，总是在犯错的时候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，他们说这就是人生，试着体会，试着忍住眼泪，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，我不会奢求。让你闺蜜给你画大饼吃。那个女生介绍，好好喝。你喜欢大奶子手？好大哟，超喜欢，喜欢吗？真好。我吃多起来了，不冷。有眼，我想吃。我想吃。来喽，那汉堡、红烧鱼，这能吃吗？红烧肉，这能吃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忘记给你餐具。一个贪吃的闺蜜真的很好哄。每次都是这样，我吵架就不说话，自己在那里刷抖音。说什么啊？哎呀，说话要说的，吃饭了。要不要吃炒饭呀？不要很好吗？要不要吃炒饭呀？加煎蛋的哟。我就喜欢，不要吃饭也期待哈。深深的爱上了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。宝贝，我还了呢。今天除了打游戏就找华子，不然你们干什么？你跟着我干嘛呀？你去找一个厉害的跟着呀，跟着我干嘛？不是我是说这个辅助他老跟着我个法师啊，真的是天天这个要还钱那个要还钱的，你还想要钱？你要钱干什么？你一个辅助要钱干什么？没说我不是我说辅助他老跟着我个法师，他叫我们回去。哎，下面开一个酒吧，哎，是好像新开的，真的呀？我听不到吗？没有办法，眼袋挑战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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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结婚了！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决定了我的理想对象，你也很为我着迷吧？永永远远在一起。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，你的手我攀上在前，请带我去明天。能有多粘人？对，爱我的人别紧张，我的固执很善良，我的手越肮脏，眼神越是发光。你不在乎我的过往，看到了我的翅膀，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。